医院门诊就可以不用挂号费，没有严格规定必须要涉及在新北市才能享有这种福利。我们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板桥院区跟三重院区的挂号呢，我们的对新北市民众呢就免费挂号，那这部分我们先试办一年来评估成效。民众看病可以省200多块挂号费，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是一大福音。推行就推行啊，跟政治不要有什么牵扯，因为变是无嘛，平常没有嘛，对不对？诶，有影参双击真正有关系。不过试着推行一年的免费挂号，可是要花3000多万，而这些都是纳税人民的钱。没有选举的时候他不这样去做，那到了选举剩下2个礼拜的时候，这样去做一个啊挂号不用费用的这个一个措施啊，哈，都是有在帮执政党啊的这个啊选项啊。加分啊，时间点真的很敏感，1月14号就要选举，元旦上午的福利还真不少，像是联合医院三重和板桥院区的免费挂号，心理咨询师扩大驻点，还有医疗巡回车增多。而交通方面，配合捷运三环三线有免费的先导公车，捷运新庄线也有免费接驳车，便民服务通通都在大选前。是否满意，是否有另有考量，还有不少想象空间。三立新闻梁子健，就看新北市采访报道。